方向，怎么转来着？对，来祈福求愿的啊，来帮我吧。写什么？写姓名。随便写。五元一个啊。完了，我丑丑的字也上去。心愿，五元一个，身体健康是吗？可以写身体健康，自己都行。哎呀，好了，木易你写吧，你再写一个，我再写个啥？不知道该写什么。要不你先写，我想一想。你先写，来，我帮你拿。啊，我要把这个拿开。健康。五元一张祈福卡啊，来一个吧。买四个送苹果汁。哎呀，一翻的字好，好算了吧。你写吧。那我来这边把我的写上。写的什么？买四个送苹果汁啊，5块钱一个啊。他一个。小绳给你弄好了啊。什么显示书法？算了吧，我的字太烂了。坑写哪了？啊？就这样。好了，给他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五福临门。五元一张，五元一张，不是21张的啊，五元一张。可以给你对，我第一次逛庙会，我从来没有来过庙会，然后我让杨一帆。这是祈福的。好了，你帮我拿，我要写完。你别拍我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字太丑，你别拍我了，别拍我了。你写嘛，挺好的。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了，那就写恭喜发财，还是写什么？好了，明天没有了。对，庙会今天最后一天，你不来一张阿姨？5块钱一张。来身体健康是吗？还是来哪个？好了，给。我给你俩预备好了。啊？什么？那我先关了。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。关吗？我关了，拜拜。再见。送苹果汁。收到啦。这些你喜欢的吗？我关了。我一直在这挂着呀。关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挂到这儿。对。祈福的。